深圳固尔奇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，坐落在中国外贸经济最繁荣的深圳特区，这代表固尔奇在生产研发等方面都极具活力和优势。经过10多年的发展，固尔奇包装已经成为中国最专业的纸箱封箱、开箱和热收缩膜包装机械的配套生产商。2005年，固尔奇包装开始进入大规模批量化生产和自主研发设计阶段。通过厂房的不断升级、人员配备的完善、公司管理的提升、先进加工设备的购入，固尔奇包装迈向专业化包装机械生产的新道路。目前公司拥有16项开箱封箱的专利，多台先进的机械生产设备，300多名技术员工。公司设有研发部、市场部、品质部等部门，努力为广大客户提供高品质、高效率的包装设备。固尔奇包装一直致力于开拓海外市场，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，其中包括美国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日本、巴西、墨西哥、韩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等。我们的目标是，有包装的地方就有固尔奇。固尔奇目前拥有完整的封箱、开箱和收缩封切2个系列的包装机械，主要包括开箱机、各类型封箱机、热收缩膜封切机、收缩机及各种配套连接部件。在我们研发部的不断努力下，公司不断研发、设计和制作非标设备，在非标定制设备方面积累了大量案例和经验。固尔奇目前年生产各种包装设备5000台，包括2大系列、30多个品种，其中非标设备占产量的50%以上。凭借成熟的技术和专业的服务，固尔奇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认可和赞赏。固尔奇的包装设备应用范围广泛，主要应用于食品、药品、日用品、化工用品、电子产品等方面，不管是全自动、半自动还是高速封切收缩，固尔奇设备都能满足客户的要求。固尔奇包装拥有过硬的品质管理团队，完善的品质管理流程，确保每台机器都拥有最佳的包装效果和最稳定的性能。公司通过 SGS 认证和欧盟 CE 认证，10余年的生产经验告诉我们，质量是企业的生命，这个理念渗透到每一位固尔奇的员工，立志生产高品质、高技术、高效率的包装设备。我们的主要客户有富士康、费列罗、华为、嘉实多、宜家、联想。我们成功研发了自动开箱封箱系统、 L 型封切收缩系统、垂直上下 L 型封切收缩系统、高速边封系统等等。展望未来，固尔奇包装将秉承服务客户、质量第一的思想，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。